我们现在在金银岛，这边在新庄。那我们来，我这边获得了80块的零用钱，我来夹夹看看好不好夹。应该夹两个，应该就可以下来了。啊，他怎么那么外面？可以甩夹的样子呢？哦，干净啊，小妹妹。还是换你吗？好，我来试看。你要夹哪一个？这个。旺旺仙贝，这个很轻，应该可以吧？我来看看有几秒。9秒。啊，他没有，啊，他没有夹住的，他中间不会这样，他是这样。听懂吗？试试看，抓后面，然后前面滑下来。是啊，你不是很想滑，都给你滑就好啊。啊，没有卡进去。没有卡进去。你看他是不是？我失败了。其实是说真的蛮友善的，我觉得来这里至少都会有一两个是枪口的位置。对啊，哎，时间到好快哦，它只有10秒。看，我来夹看这个乖乖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要抓紧时间按下去就好了。你不抽大声，你有听到他出吗？他吗？他是你，哇！悄悄版哎！你不抽大声，你要把它夹出来。可以，马上可以夹。你要算准时间。它会自己动，然后应该用压。你说不定现在直接按它就掉下来。对啊，他感觉压到它。啊！谁说的？我们在这边浪费钱。我们是全 YouTube 最烂的夹娃娃机高手，这最后一次，我好烂啊！你们不能因为是子琳的钱就这样乱花钱。对啊，我们哪有？后来从后面推啊，像饮料那样子。他是会自己往从后面推。他好像像饮料那样子从后面推就好了。真的吗？嗯。时间到了。难欸，心灵受挫。你自己来，你就会知道不是我的问题。对，他忍不住了，就是因为我最厉害的一个。好。好慢。哇，差一点点。你刚好夹起来的。你看不是出来了吗？这家多好夹，你们明明就很好夹，这么大包哎，这么大包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摸起来它至少里面容量那么多。好，下一台。有啊，看这台。哎，下面这不是快掉下来了啊？有了，这个是，好，是我们的问题。这个等一下就留给你们一样。没关系，我刚，我还有20块。厉害啊！我们来看这个哦，你看那个不是快掉下来了吗？我赶快把它夹掉，等一下你们就没得夹。哇！啊，出来了！有他不干一样。你看，不是又有？你看。我刚刚是夹，然后我们会没夹不到。你可以挑战一点难的吗？不要把简单都夹掉，好不好？挑战一点难的，你们看这个。对啊，来，你们看这个。好难哟！我刚方盒的，我刚刚直接失败。啊，好可惜。这是不是要抓后面？好了，就这样子。明明就很好夹。